我推开包厢门时，周家树正单膝下跪，拿着一颗硕大的钻戒求婚。只是求婚对象不是我，他面前是个穿白裙子的年轻姑娘，十分漂亮有气质，感动得眼泪连连，正点头哭着说：“我愿意。”我进来，周家树眼都未抬，专注的给姑娘戴戒,戒指，直到那姑娘。 由闺蜜陪着去洗脸补妆，周家树才淡淡看向我。小薇单纯，胆子也小，我追他花了很多功夫。和你之前那点破事，最好别让小薇知道。还有，他已经答应了我的求婚，我准备明天就公布婚讯。我和周家树谈了三年的地下恋，除了两家长辈。 圈子里也只有零星几个人知道内情。他这话一出口，包厢里那几个知情人都抬眼看向了我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：“周家树，能不能暂时别公布婚讯？哪怕推迟一个月，不，半个月？”周家树笑了一声，眼底带了很淡的一抹讥诮：“许言，都到这地步了，你还死缠着不放？”周家树。 看在过去的情分上，够了。周家树忽然冷着脸摔了面前的酒杯。三年，周家至少帮许家补了三个亿的亏空，还不够。我无言以对。你回去吧，免得小薇一会儿回来看到你误会。我僵硬地转过身，开门出去时，听到周家树不知对谁说了一句：“你要是心疼。” 不如娶了他这个破落户，我忍不住自嘲地笑了。许家确实破落了，尤其在我父母离世后，公司更是几乎分崩离析。但周家树却也忘记了，正是我们这个破落的许家，在多年前救了他祖孙两条命。可他只记恨着许家挟恩逼迫，记恨着他眼里被许家硬塞给他的我。 周家树和宋维的婚讯很快传遍整个京城。本就因为父母离世而病重的爷爷，直接气得进了 I C U。我在医院没日没夜陪护时，堂叔却带人闯入了公司。从前有周家在，他们还忌惮着不敢轻举妄动；如今对我这个无父无母的孤女，自然是无所顾忌。 爷爷短暂清醒的间隙，抓着我的手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妍妍，公司是你爸妈一辈子的心血，哪怕毁掉，都不能被那些狼子野心的人抢走。”我忍不住哭红了眼。“您放心吧，我已经有主意了。唐叔一家咬死了，许家的女孩子不能继承家业，以此为借口要霸占许家长房的一切。” 可我绝不会让他们如愿。周家树宣布婚讯的第二周，我也做了人生中最荒唐却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。我需要一个孩子继承许家的家业，因为不满足试管条件，最终我选择了自然受孕。至于孩子的父亲，跟了爷爷一辈子的管家，将最终筛选留下的资料放在了我面前。 大小姐，您看一看吧。资料很简单，港城人，随母姓，应该是单亲家庭，学历也很漂亮，证明智商很高，基因不会差。详细无比的体检报告证明了他身体很健康，没有任何隐疾。最重要的是，照片上的那张脸，实在是英俊到了让人恍惚的地步。 周叔，你确定这样优秀的男人也需要做这样的生意？我不免有些疑惑。周叔就慈爱地笑了，好像是家里有人生了重病，急需快钱。我不免想到还在医院的爷爷，就起了恻隐之心，给他再加五十万吧。是大小姐周家树宣布婚讯后的第十二天，恰好也是我的意韵日。 我见到了那个叫梁玉行的男人，他穿很普通的黑色衬衫和长裤，看不出牌子，应该是平价的超市货。但百来块的衣服穿在他身上，却好似也不显廉价。如合同上所说，他的双眼被黑色丝带蒙了起来。我推门进去时，他下意识的站起身，看向门口。我这才发现。 他身量很高，至少也有一百八十八了，身材也很好，宽肩窄腰长腿。大小姐梁玉行试探着开了口，声音也很好听，我心里不由越发满意。是我，你别紧张。我缓步走上前，抬手拍了拍他的手臂，肌肉也很棒。洗澡了吗？我问。洗过了。 我其实早已紧张的后背出了一层细汗，却故意做出老练镇定之态。那就开始吧。梁玉行看不见我，但我能看见他。在我说出这句话后，梁玉行的唇角就微勾了勾。他面对着我，隔着那层黑布微颔首：“好的，大小姐。”衬衫的扣子被他修长的手指一粒一粒解开。 下摆利落地从西裤裤腰抽出，看到他尽瘦的窄腰和人鱼线时，我的脸瞬间红透了。他解开皮带时，我更是慌得直接转过了身。衣料的窸窣声停下，男人的声音带着性感的沉雅响起：“大小姐，可以了啊？哦，好的，那你去床上躺着吧。” 我强撑着让自己看起来十分轻松自然地转过身，却蓦地睁大了眼。长长的黑色丝带从他利落的短发垂落，眉眼被布条遮住，但更显得鼻梁高挺。活到二十四岁，这算是我第一次这样直观地近距离看到异性的身体。大小姐，也许是因为我一直没有说话。 梁玉行轻轻喊了一声，又上前一步，伸出手似在找人。他的指尖触到了我的肩膀，短暂的停顿后，却有些逾矩的轻轻握住了我的肩，而下一瞬，更是直接将我打横抱了起来。我的身体陷入柔软的床榻，梁玉行的双手体贴的撑在我身侧，没有压到我。 待会儿如果不舒服，大小姐记得告诉我。我的心脏跳动的太快，晕眩到几乎无法呼吸。别那么多废话，赶快！我偏过脸，死死咬住嘴唇，却不知道自己的双耳和后颈都红透了。好，他低了头，黑色的丝带垂落，划过我的锁骨。 梁玉行要吻我时，我避开了，别碰我嘴！我虚张声势，自以为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凶狠，但却不知尾音都在以礼的站立。疼了，咬我！梁玉行微凉的手指捧住我的脸，在我颈侧轻吻了吻。他贴向我那一瞬，我的手机却忽然响了。梁玉行下意识的停了动作。 我直起身，伸手捞过手机，却不期然的看到了“周家树”三个字。我怔了下，还是挂断了。但很快，那边又再次打了过来。我的视线落在身侧的梁玉行脸上，男人的唇非薄，听说这样的人天生薄情。我恍惚了一瞬，薄情了好，薄情了才更适合这门生意。 一拍两散后，再无瓜葛。我按了接听，周家树的声音听在耳中，竟有些陌生。许言，爷爷住院了，怎么不告诉我？这也不是什么秘密。你现在在哪？我去接你，一起去医院看爷爷。不用了，许言，爷爷对我很好，我也愿意让老人家这个时候安心一些。我说了，不用了。 多谢你这份好意，许言，适可而止的道理，你该懂吧？周家树的声音里已经沾染了压抑不住的怒气。我了解他，他这样傲慢自负的人，主动给我打电话示好，算是难得。但是真的不用了，毕竟已经晚了。我攥着手机，看一眼面前的男人。 我能感觉到汹涌的情潮被他克制着、压抑着。周家树，我还未说完，梁玉行忽然沉雅的开口：“大小姐，现在可以继续了吗？”滚烫的吻再一次落在我唇角，而他剑拔弩张，早已蓄势待发。手机从我掌心跌落至地板，我蹙眉轻哼了一声：“疼。” 周家树的声音凌乱破碎的响起：“许言，你他妈跟谁在一起？”屏幕暗掉了，我疼的张嘴狠狠咬在了梁玉行的小臂上。他停了一瞬，再次俯身，格外温柔却又格外强势的吻住了我的唇。我下意识的想要推开他，但亲吻之后却是被贯穿一样的剧痛。 梁玉行忽然停了动作，从他眉目间垂落的绸缎丝带轻荡在我的颈侧，我疼得直哭，指尖早已无意识地深深掐入他手臂的皮肉。原本握住我腰的大手不知何时松开，我整个人都被他揽入怀中，凌乱贴在脸侧的湿发被他修长手指拂开。 滚烫却又温柔入骨的吻，再一次落下。在我逐渐适应、神思恍惚的时候，他再一次将我轻压身下。中途，我曾有过短暂的失去意识，所以我并不知道，梁玉行在那一刻扯下了蒙住眼的丝带。光影氤氲的卧室里，他望着我的脸，一寸一寸的从我的眉心吻下。 第二天，我睁开眼时，发现自己已经换了干净柔软的睡衣，床榻另一侧是空的，仿佛昨晚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幻想。艰难的起身洗漱，下楼用餐的时候，周叔告诉我说，梁玉行已经按照约定在昨夜离开了。我在餐桌前坐下，想到昨晚他的渔具梦了。 想到最后自己不受控地跟着沉沦，后颈不由有些发烫。钱给他了吗？按照约定，已经支付了三分之一，余下的部分在您确定怀孕后会一起支付给他。我点点头，不再多言。洲际酒店，梁玉行早已换掉了身上那套平价衣裤，他在顶层的私人游泳池游玩泳。 老宅的管家已经等在客厅。太太得知您这些日子在京，要您晚上一起吃饭。梁玉行随手将浴巾丢在一边，沈笑了一声：“醉翁之意不在酒吧。”过完年您就二十八了，也不怪太太着急。梁玉行走到冰箱前，随手取了一瓶水，湿透的黑发随意后拢。 露出方正的额头和飞扬入鬓的长眉。急什么？过些日子，说不定她就要做奶奶了。梁玉行喝了口水，对自小看着自己长大的管家调笑了一句：“管家，吓了一大跳！我的大少爷，您可不能玩这么大！咱们陈良两家就你一个祖宗，将来的小少爷、小小姐。” 那可比金疙瘩都贵重，哪能这样随随便便的？将来的少奶奶也要明媒正娶、八抬大轿的。我当然知道。梁玉行在沙发上坐下来，垂眸看着左手臂上那道尚且清晰的齿痕，想到那一夜，眉目之间就渐渐染了温柔之色。事不如愿，例假只晚了一日，却又照常而来。 我从洗手间出来，坐在沙发上，不免有些颓然。这段时间，外面的风波越闹越大，而爷爷已经陷入深度昏迷，医生说最多也只能撑一个月。我叫了周叔过来，联系一下梁玉行，下个月再试一次吧。是大小姐，我站起身，向外走了几步。 却又停下，看向周叔，把规矩再好好给他讲一讲。如果不是不想再重新面对一个全然陌生的男人，我应该不会再找梁玉行。毕竟那天晚上，他可不止逾矩了一次。与梁玉行再次见面的前一天，我在一次宴会上遇到了周家树。 让人有些意外的是，他没带着他那位未婚妻小维。远远看到他后，我就移开了视线。今日是世交家的宋伯母寿辰，我之所以选择参加，也是想要和父母生前的旧友重新走动起来。只是很显然，我想的还是太天真了一些。人走茶凉的道理，我早已明白。 但今日体验到的却更直观。从前和周家树虽然是地下恋，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那三年，我确实是沾了周家的光，才能有一寸立足之地。但如今周家树宣布婚讯，我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，谁还会正眼相看？擎起的酒杯，尴尬的停在那里许久。 宋伯母方才像是刚刚看到我一样，与我碰了杯，但显然没有任何想要和我寒暄的意思。我自然也不会自讨没趣，敬了酒就走去了一边僻静角落。被人这样冷淡，不给脸面，我的心情实在是糟糕透顶。不知不觉就多喝了几杯。周家树不知何时走了过来，许言。 他一如既往地高高在上，打量着我，但我却不再像从前那样如履薄冰，小心翼翼地想要维系和他的关系。周先生冷淡打了招呼，我就要起身走人。周家树却拦住了我：“许言，前几天我去看过爷爷，他的情况不太好。是医生和我谈过了。”周家树的声音好似温和了几分。 许言，最近许家的风波我也听说了。周先生想说什么？我平静却又疏离的看着周家树。年少时，我是真的很天真很傻。我以为我们从小就认识，青梅竹马一起长大。我以为许家对他们祖孙有大恩，他就一定会善待我，对我好。可我却全然忽略了，一个男人不喜欢你的话。 恩情也是无法束缚住他的，而我们许家携恩图报，也是小人之举。说起来，周家树也算不上对不起我，毕竟感情的事从来不能勉强。周家树缓缓上前一步，轻轻握住了我的手。许言，如果你不这么倔的话，我未尝不会帮你。帮我是，毕竟。 我们祖孙的命是你们许家救的。周家树笑了一声：“这些天我都在等你服软。”许言，我们毕竟也这么多年的情分了，我也不会当真不管你的死活。周家树，你直说吧，到底想要怎样？我不会娶你，但我们可以保持从前的关系。我有些意外地看着周家树，毕竟那天晚上他对小维求婚那样用心。 那样深情，感天动地，原来也都只是表面作戏。你已经有未婚妻了，那又怎样？圈子里这些男男女女，哪个没有红颜蓝颜的？周家树，交金又自负地看着我。许言，许家如今这样的境地，你知道怎么选择？跟我在一起，对你只有好处。周家树，我厌恶地打断了他的话。 今天之前，我其实真的一点都不恨你。相反，我还在检讨我们许家这样挟恩逼迫，太小人了一些。但现在我不这样想了。许言，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烂人。如果我们许家人知道自己救的人是个白眼狼，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，一定非常后悔当时的举手相救。许言。 逞一时口舌之快，对你没有半点好处。你想想，你父母的心血，如果真的葬送在你手里，他们九泉之下知道了，我父母如果知道我是做你的情人才保住公司的话，九泉之下他们一定不会饶恕我。许言，你最好想清楚了，你知道的，我不会再给你第三次机会。我端起酒杯。 直接泼在了他脸上，滚！周家树脸色铁青，显然是气得很了。我甚至已经做好了他会动手打我的准备，毕竟他这样的天之骄子哪里受过这种气？许言，我等你后悔那天，等你回来哭着求我。周家树说完，转身就走了。周遭一片嗡声议论，我站在原地。 仿若未闻，转身向外走去。刚坐上车，周叔的电话打了过来：“大小姐，人已经接到了，知道了，我这就回去。”我挂了电话，看着车窗外漆黑的天幕。如果今晚还不能顺利怀孕的话，给我的时间就真的不多了。车子停在别墅楼下，我的卧室里已经亮了灯。 我下车，不让人搀扶，一个人趔趄的上楼。梁玉行一如上次那样蒙着眼，安静的坐在沙发上。我推开门，靠在门背上，有些醉眼阴晕的打量着他。今晚大约是喝了很多酒的缘故，情绪忽然就失控了。大小姐，梁玉行应该是听到了我推门的声音，他转过脸。 隔着那层绸缎丝带看向我，我一步一步走过去，目光也落在他的脸上身上。空气里弥漫着很浅淡的沐浴后的清凉香气。他身上的衣服显然不是自己的，应该是周叔准备的，明显的很有质感，很衬他。梁玉行站起身，他比我足足高了一头，尤其现在。 我踢掉自己的高跟鞋，站在他面前时，竟感觉自己气势有些不足。我微点了脚，伸手拽住他的衣襟。梁玉行，谁让你亲我的？谁准许的？大小姐，你还知道我是大小姐，是你的金主。梁玉行仿佛很轻的笑了一声：“是大小姐说的没错，是我逾矩了。” 还敢吗？不敢了。我满意的拍了拍他的脸，你很听话，我很喜欢。大小姐喜欢就好。只是我松开手，后退一步，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。你是不是不行？要不然我为什么没能怀孕？我看到梁玉行很明显的怔了一下。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这一次我还没能怀孕的话。 梁玉行，我再次拍了拍他英俊的脸。大小姐，我就要换人了。如果世上有后悔药的话，那天晚上我绝对不会让自己口出狂言，尤其是对一个男人说出质疑他不行的话语。这样做的后果就是，那一整个晚上，梁玉行几乎快要将我折腾到散架。他非但无数次的吻了我。 甚至还逼着我主动吻了他，如果不是最后我哭着可怜巴巴的求他，他兴许还不会放过我。但这一夜折腾，显然效果卓著。爷爷再次宣布病危，许家旁支那些人将我堵在公司，逼我交出印章时，我直接联系媒体，召开了发布会。发布会上，我公开了自己的妊娠报告单。 并宣称孩子生下来会随我的许姓，承继我父母留下的基业。简短的接受完记者的采访，我就接到了周家树打来的电话。他在电话里显然动了大怒，声音都有些嘶哑。“许言，我从来没有碰过你，你肚子里的孩子从哪来的？是你故意制造的骗局，是不是？”我能理解周家树的愤怒。 毕竟满打满算，到今天我怀孕五周，我和他分手也不过才刚满三个月。你当然没有碰过我，而我也没有说孩子爸爸是你啊。我走进电梯，望着电梯镜中的自己，周家属，我们早已分手了，彼此的事情都和对方再无瓜葛，请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，许言。 你当真怀孕了？孩子父亲是谁？你他妈说清楚！我并没有回答。挂断电话后，直接将他的号码删除了。从今以后，这会是我最大的秘密。那个叫梁玉行的男人已经带着我给的钱回了港城。我们这辈子不会再见面。第二年五月，我在京生下长子许承勋。 与我料想不同的是，他生的并不是十分相似我。周叔说，程勋的眉眼和下颌，十足十的像极了梁玉行。我看着他，时常都会觉得恍惚。当初让梁玉行蒙上眼，是为了不让他知道我的长相，不让他知道我的身份。但周叔却是见过他的。既然他这样说。 那自然不会有假。原来梁玉行的眉眼是这样的。其实就算是蒙着眼，也能依稀看出来他生得十分英俊。而他那样的男人，一旦走出困境，绝对前途无量。对于这样一段见不得光的过往，他定然比我更想要遗忘。所以我不用担心他会忽然冒出来和我抢孩子。 也不用担心再和他有相见的一日，但每每看到程勋，我总还是会想到那两个晚上。这一生，也许我只会有他这一个男人，也许我也只会有那两夜的欢愉了。程勋的满月礼上，京城最低调神秘的陈家派人送来了贵重的贺礼，我有些意外。 不要说如今早不如往昔的许家，就算是风头仍很盛的周家，都难以望其项背。许家与陈家从无交集，也根本攀附不上。陈家怎会送上贵重贺礼？更让我意外的是，成勋满百日的时候，陈太太竟亲自登门拜访，且邀我三日后小聚。 我心底十分惴惴，却又疑惑不已。只是陈太太是个很温柔慈爱的长辈，她看起来也对我并没有半点的恶意，尤其是对程勋更是喜爱不已。这次登门拜访，除却送了我礼物，还特意给程勋准备了丰厚的百日礼。临走的时候，陈太太抱着程勋爱不释手。 几次恋恋不舍回头张望，更是让我心底起了一动。因此，三天后赴约时，我特意让周叔留在家中看好程勋，这才带了助手和司机去了陈太太名下的私人会所。我的车子刚刚停下，就有几人殷殷迎上前来：“许小姐，快请进，我们太太早就等着您了。”是啊。 太太早就吩咐我们在外面等着您的车子了。有劳，我含笑致谢，随同他们往花厅走去，却不期然看到不远处一辆深灰色的宾利正好缓缓停下，司机小跑着开了车门，一个身量极高的男人从车上下来，隔着一排花树，我只能隐约看到一个侧影。 心脏却莫名的漏跳了一拍，就连脚步都顿住了。我从未在白日或者明亮的光线下看到过梁玉行，但这一道身影，在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，就觉得莫名熟悉。但转念却又忍不住在心里否定自己：梁玉行是港城人，他的母亲也是港城的。 当初就是因为他不是京城人，远在香港，周叔才会选中了他。他不会突然出现在京城的。但京城又不是姓许，我也没那个本事让梁玉行一辈子不能踏足。他就算来京，也不算稀奇。可会是他吗？许小姐身侧的人轻声唤我，我回过神。 忙又跟上他们脚步。今日陈太太还有别的客人吗？面前的人笑得热络，是我们家少爷刚刚回京。说着，又顺手指了那辆宾利，那就是少爷的车子。原来刚才那人是陈太太的独子，陈太太也是香港远嫁京城陈家的，他的独子自然姓陈，那就不是梁玉行。 我松了口气，却又莫名的有些说不出的失落。只是这份失落让我自己都觉得好笑。我为什么要失落？难不成在我心底还在盼着和梁玉行见面吗？我们之间不过是一场交易而已。交易结束之后，就该彻底了断的干干净净。我这般想着，心里却还是有些恍恍惚惚。 待到进了花厅，听到里面传来的几声说笑，与陈太太交谈的，大约正是她的独子。我下意识抬起头看过去，却也正对上那个男人的双眸。那是我从未曾见过的一双眉眼，但却又好似早已见过无数次。我的心脏有一瞬停止了跳动，连思维好像都凝固了。 许小姐来了，陈太太笑呵呵地起身走过来，握住了我的手，拉我坐下，又吩咐佣人去上茶。玉行，这位就是许小姐。陈太太看向自己的独子，又看向我，笑容更甚。许小姐，他就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。许小姐，久闻大名。陈玉行走到我面前，对我伸出手。 我的心脏开始跳动，渐渐又变得剧烈。脑子仍是一片空白，但耳边却渐渐响起嗡鸣。我没有礼貌的回应，也没有伸出手和他握手，甚至是有些失礼的看向陈太太。陈太太，您刚才喊他什么？陈太太有些讶异，却还是笑着道：“是他的名字，玉行。陈玉行。” 我怔怔然的呢喃，重复了一遍：“陈玉行。”我看向面前的男人，他的身量和梁玉行几乎无二。如果蒙住他的眉眼，只露出鼻梁和嘴唇，我的身子忽然轻轻地晃了晃。许小姐，陈玉行眼疾手快地扶住了我，我却一把推开了他，抬起手轻轻盖住了他的双眼。 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我记得我和他第一次的那个晚上，我当时还想过，梁玉行的嘴唇有点薄，都说这样的男人薄情，可对我来说，薄情才好，薄情才更适合这场交易。可如果陈玉行就是梁玉行，他为什么要这样欺骗我？ 明明是出生就含着金汤匙的贵不可攀的公子哥，却要装成贫寒的穷学生，甚至和我进行了这样荒唐的交易。好，就算是寻乐子，觉得好玩刺激。那交易结束之后，就彻底一拍两散。为什么又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，突然摄入我和孩子的生活之中？到此时。 我好似明白了，为什么陈家会让人送满月礼，陈太太为什么又会在程勋百日时亲自登门探望，又为什么会那样的疼爱程勋？因为他们都知道程勋是陈玉行的孩子，他们想要抢走我的孩子。我的手从陈玉行的眉眼间落下时，眼泪也忽然决了堤。 陈玉行显然慌了，许言，他下意识的想要抬手帮我擦泪，可我一把推开了他的手。对不起，我有些不舒服，想要回去了。许小姐，你脸色看起来很不好，让玉行送你吧。我抬手将眼泪擦掉，看着面前的陈玉行，却又忍不住笑了一声。陈玉行，我是该叫你陈玉行。 还是梁玉行，许言，我不再停留，拿了包，转身就向外走。陈太太和陈玉行都追了过来，但我一步都不想停留。这一切的一切太突然，让我无法接受。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被蒙在鼓里的小丑。许言，能不能听我说几句话？陈玉行握住了我的手腕。 我想也不想地甩开。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当时的合约上写得很清楚，交易结束后，你我之间不该再有任何牵连。你收了钱，就要遵守约定。陈先生，我不管你是梁玉行还是陈玉行，我们之间的关系早在去年就已经完全结束了。我也不管您现在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想要做什么。 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渐渐平复下来。总之，我只有一句话：孩子是我的，他姓许，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，谁都别想从我手中抢走他。许言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抢走孩子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是我小人之心了。当我没说，我现在想要回家去，可以吗？也许是我的状态实在太糟糕。 陈玉行没有再拦着我。陈太太后来给我打过数次电话，但我都没有接。陈玉行也曾来许家拜访，我没有见他。程勋一天一天长大，果然和周叔说的一样，他的眉眼简直和陈玉行一模一样。而我也差不多从周叔那里知道了陈玉行的一些事。他是父母的独子。 外祖父家和祖父这边，只有他这一根独苗。他有两个身份：在香港，他是梁家的少爷梁玉行；在北京，他是陈家的少爷陈玉行。其实当初也不算是欺骗，梁玉行确实是他的真名。只是我想起那些少的可怜的过往，都会觉得难堪。梁陈两家唯一的小祖宗啊！ 我当初却还心疼可怜人家，要多给他五十万的酬劳。那时候的梁玉行拿到钱，是不是在嘲笑我傻？有时候我也真的想不通，他这样的人想要什么女人，想玩什么刺激做不到，为什么偏偏要这样地戏弄我？他是说了没有想要抢走孩子的想法，但我却不会傻到相信。 陈良两家人，丁丹薄，就算陈玉行不稀罕，两家的长辈却未必。如果他们真的要和我抢呢？我根本不敢去设想这个后果，因为这个后果不言而喻，无异于螳臂当车。虽然我拒绝了和陈家所有人的见面，但陈玉行却还是无声无息地浸润了我的生活。 陈家确实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和我争夺程勋的意思，相反，他们送给我和程勋的礼物几乎日日不断，哪怕我不肯收，拒之门外，但他们仍锲而不舍。有时候，周叔都在劝我，陈家这样的门庭愿意这般低声下气，实属不易了。他那样说的时候，陈玉行正等在楼下。 京城的九月依旧燥热难当，将近正午，太阳炙热，陈玉行额发汗湿，西装挽在臂间，衬衫后背早已湿透大片。小姐，我总觉得陈家没有那些龌龊心思，还有这位陈先生，他也不像是坏人。周叔看着楼下，似有些不忍。这一个多月，小姐您也看在眼里的。说真的。 陈先生这样的出身，真想做什么，何必费这样大的周章？我也忍不住看向楼下，陈玉行站在那里已有将近两个小时，暑气上重。若是当真有什么好歹，想到程勋，想到程勋与他一般无二的眉眼，终究还是心软了。请他进来吧，让厨房准备点清暑热的凉茶。 我轻轻开口，目光落在陈玉行那张英俊金贵的脸容上。好一会儿，我方才移开视线。我等会儿下去，和他好好谈一谈。周叔欢喜地下楼。我在楼上坐了片刻，换了条裙子下去。陈玉行正坐在客厅里喝茶，见我下楼，他搁下茶盏，站起身：“许小姐，我让佣人退出去。” 开门见山地问陈先生：“我们今日就好好谈一谈吧。你和陈太太这些日子这样做，到底是想要怎样？”陈玉行望着我，好一会儿都没有开口。我听到壁中走动的滴答声，屋外廊檐下笼子里的鸟却偶尔懒散的啾鸣几声，更远处似乎是程勋的哭闹，一时却又止住了。 万籁俱静，房子里冷气开着，我心底却烦躁一片，乱的不行。就在我耐不住要再次下逐客令的时候，陈玉行忽然开了口：“许小姐，我想求娶你为妻，明媒正娶，八抬大轿的那一种。”我惊住了，手中的茶盏差点跌落在地。可陈玉行却又开口道：“许小姐。” 其实这个想法不是一时兴起，也不是思虑再三权衡利弊才做的决定。那是什么？陈玉行很淡的一笑。许言，不知你还记不记得二十年前，你和许老爷子曾在海上救过几个人？我当然记得，只是那时候我才几岁，年纪还小。后来爷爷经常与我讲起，我才记到今日。 而周家树和周爷爷就是当时被我们家的私人游艇救上来的，我也在被救的人中。可是爷爷从来没有提起过你，因为当时是我一个表亲带我出海玩，他生怕家人知道这件事会追究，就隐瞒了我的身份。那时候我只有八岁，在海上受了惊吓，差点丢了半条命，到最后。 我也只记得那条游艇上刻着一个许字。陈玉行说到这里，声音一瞬间温柔了下来。还有就是，有个很小很可爱的小姑娘，给了我一杯热水。许言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没有改变过这个想法。我想要找到当时那个人，把他娶回去。陈玉行离开很久，我的心绪仍是一片混乱。 我把周叔叫到了书房。周叔，当初你怎么找到梁玉行这个人的？小姐，其实，其实当初是梁玉行主动找上我的。周叔有点不敢看我。当时我已经给您挑好了两个人，就要把资料送过去的。但是梁玉行的资料和履历太干净、太好了，我私心里很倾向他，就让他加了个赛。 没想到，小姐，您也选中了他，我心里好气又好笑。他也真是自信，难道他就没想过，万一我没有选中他呢？到这时，我才想起，其实当时我看过他的照片的。周叔送来的资料上有他的证件照，我还真是一眼就被他的脸给吸引了。周叔，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好？ 小姐，您今年还未满二十五岁，之前您说不再结婚嫁人，其实我心里都不赞成。您还这么年轻，大把大把的青春等着您挥霍呢。如果陈先生是真心的，您也未尝不能和他试一试。再说了，陈家没有抢走孩子的意思，我看他们的诚意也很足。周叔爱怜的叹口气，我知道。 您是被周家和周家树那个混蛋给伤的了，可天底下总还是有好男人的，是不是？可他骗我，他为什么不直接找到我说他想要报答我们？他有很多种办法可以报恩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周叔忍不住笑起来，还不是小姐您太急了。如果陈先生当初没有横插进来这一脚。 您怕是就选了别人生米直接煮成熟饭了，这也是权宜之计。陈先生怕自己会慢了一步，遗憾终身。我抓起抱枕，死死的捂住脸。可我就是生气，而且我讨厌他。为什么要和他试一试？就算是我想谈恋爱，也未必是和他。京城长得好看、的优秀的男人多了去了。 周叔忍俊不禁，行行行，小姐想跟谁谈恋爱都行。可话是这样说，周叔还是胳膊肘往外拐了一次。我这边刚有点风吹草动，陈玉行就第一时间知道了。甚至我刚和约会对象坐在下午茶餐厅里，陈玉行的宾利就停在了街边。虽然男未婚，女未嫁。 但不知为何，在他车子停下那一刻，我却有一种被当场抓包的做贼心虚。陈玉行并未打扰我，甚至连车都没有下。可我坐立难安，只能硬撑着找了借口，打发对面的男士先离开。在天色逐渐昏暗下来的时候，我才拿了包包起身向外走去。陈玉行也下了车。 黄昏时，街灯次第亮起，他整个人都浴在那流光溢彩之中。我故意装作没有看到他，径直沿着街道向前走去，一直走到十字路口，我都没有回头，但就是知道他一定跟在我身后。绿灯亮起，我预备走过斑马线时，陈玉行在我身后轻轻握住了我的手腕。 有骑车的行人从我身侧疾驰而过，陈玉行将我拉到他身前。京城入了冬，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薄风衣，而我整个人都被他裹入其中。许颜，他轻声唤我的名字，在夜风吹来时，抬起手帮我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。我注意到周遭有人好似在偷拍。 其实这些日子以来，对于陈家和陈玉行，我已经听到了各种各样的传闻。他太半时间在香港，而在京城时一向十分低调、神秘，行踪不定。但这段时间，他实在来我家走动过于频繁，以至于被好事者和狗仔给盯上了。陈玉行，好像有人偷拍，我试图推开他。 但陈玉行却干脆松开我的手腕，直接搂住了我的腰。妍妍，他微低头，在我耳边轻哄：“程勋都快一岁，快会叫爸爸了，你还不给我一个名分？”那些照片和视频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，甚至还有人闲得无聊，开始对照陈玉行的口型，想要扒出当时他对我说了什么。 就连周家树也来了许家一趟，说来也真是奇怪，当初他那样爱小维，但两人公布婚讯到现在已经快两年，却还没有举行婚礼。我在会客厅见了他，周家树倒是开门见山：“孩子是陈玉行的。”我不回答，反问他：“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许言，陈玉行出身极好。 而且陈家和他外祖家都只有他这一根独苗，你以为他接近你什么目的？他只是想要抢走孩子而已，是和不是？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许言，我是在为你考虑，怕你被人蒙骗，到最后吃亏的还是你自己。他能骗我什么？如果他要抢走程勋，改回陈姓呢？你想多了，陈玉行。 来得还真是快，一定又是周叔通风报信。我向后靠在柔软的沙发上，舒服地喝着热茶。陈玉行顶着一身风雪，大步走入客厅。佣人很快沏了他最爱喝的龙井，端过来。他在我身边坐下，倒是闲适自在，犹如在自己家中。周家树脸上有些难堪，却还是硬撑着道。 难不成陈先生没有这样的念头？程勋可是你的孩子，还是个儿子。就算你没有，陈家梁家的长辈也没有吗？我捧着茶盏，垂眸看着杯子里茶叶浮沉。其实这也是我好奇的一个点，但我从来没有问过陈玉行。陈玉行低头喝茶，杯盖碰撞，声音清脆，暖气融融。 门外却是大雪纷扬，我放下杯子，抬头去看雪景，却又被陈玉行握住了手。程勋永远都随他母亲的姓氏，不会更改。他这句话出口，周家树不由一脸错愕：“陈玉行，你当真能做到？”我也忍不住看向他：“那就让时间为证。” 好听话谁不会说？承诺谁又不会？周家树脸色越发难看，陈玉行却轻笑道：“确实，承诺谁又不会？周先生和令祖父想必最清楚这一点。”周家树一张脸渐渐惨白。是啊，他祖父当初曾承诺过的一切，到最后不也一一成了空？ 当初爷爷将我托付给他的时候，他一时承诺一定会好好照顾我，帮我守着许家。但最终呢，我却释然了，终于在这一刻彻底的释然了。我们希冀着回报，所以才会彻底的失望；而我们从不求回报的时候，上天却给了我们最好的安排，譬如将陈玉行送到了我的身边。 与陈玉行的婚事定下后，他开始理所当然的留宿许家，仍是那间卧室，仍是那样安谧的夜晚。唯一的不同就是，陈玉行的脸上没有蒙着黑色的丝带。我们都喝了点酒，微醺的时候，我将他推在沙发上，第一次认认真真的打量他，在想什么？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 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当然只能以身相许了。以身相许，吃亏的也是我，好不好？陈玉行失笑，抱紧我，将下颌抵在我颈侧。妍妍，是我的错，你当然有错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讨厌你，你也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。你真的让程勋随我的姓吗？当然。 如果我以后不想生孩子了呢？那就不生。可是陈家和梁家只有你一个孩子，有成勋了。可是他姓许，很重要吗？陈玉行低了头亲吻我。难道他就不是我的孩子？难道他身上没有流着陈家和梁家的血？很少有人可以想的这样通透。每个人在意的事情不同而已。我不由笑了。 捧住他的脸，像那天晚上一样，问他：“洗澡了吗？”“洗过了。”“大小姐，那脱衣服吧。”他亦是眼底含了笑，将我拉起在一边，然后站起身。温暖如春的房子里，陈玉行抬手解开衣扣，衬衫下摆被他利落的抽出，接着又解开皮带。可这一次，我没有别过脸去。 一直看到了最后，他却轻咳一声，滚烫的视线划过我的脸。妍妍，女孩子还是要矜持一点。我笑着扑到他怀中，你是害羞了吗？陈玉行稳稳接住我，在我耳边很轻的问：“大小姐，这一次可以吻你了吗？”我没有回答，却主动踮起脚，稳住了他。